这个活动是针对企业主，那我们有准备应征者的履历，就主管的经验去评估有什么优缺点。好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A 先生的履历，好像没什么学经历，26岁到现在都还没工作，烂草莓一个，看起来就是成天做梦。这是第二份 B 先生的履历表，上一份工作离职，哇，他揍了主管啊，他根本就是不太适合，这个我可能不会用他。我公司不会录用一个草包哎、欸。这个是 C 先生他的履历，26当公司特助，工作能力应该还不错，功高震主，比开公司可能好一点。把新娘抢走是抢到哪里去？哎、欸，你这三份履历没有一份是正常的。是，诸葛孔明有被我打过人吗？是曹操的话，基本上他以前做过什么都可以原谅。有没有其他人的、啊？有啊，立即加入《三国志·曹操传》Online， 众多三国名人求职中，